好的，刚刚看起来，刚刚我们看的是应该是它的，又摇了，又在摇了，老师请。另外从一楼的角度来看这个空桥坍塌的一个状况哦，的确这个画面看起来还是蛮恐怖的，蛮惊悚的。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个一开始呢其实是连接二楼的这个空桥，他们是其实原本是要从这里然后让师生呢可以慢慢走到对面的这栋大楼的空桥，没想到现在空桥已经变成不是空桥了。好的，刚刚我们看的是应该是又摇了，老师请。所有的老师跟这个教职员全部都赶快离开了这个建筑物，然后赶紧跑到这个现在目前位这个位置是在操场，所有的老师跟教职员他们全部都离开到了操场的位置来逃生，然后并且立刻响起了这个地震警报。我看也被吓到了，我想说刚刚摇真的是摇到会令人腿软的那种的。老师请问一下，就是这刚刚那个又突然摇晃的这个状况，就是从今天早上以来它有时常在发生吗？有吗？好，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是不是这个状况一直不断发生？这是最大的。所以你其实刚刚在发生的同时，你们好像就是还是其实会害怕吗？我没有看到我的。怎么样？好的，刚刚看起来我们看到今天的状况，又摇了，老师请。整个桥都断了啦，现在是怕说桥上的车子哈麻烦呢。哇，这整个路都海了了去啊！刚才摇得很厉害，大概七八级摇的啦。现在是怕说刚才。桥上有车子了 ，OK。等一下，桥都断掉了，这个都整个都垮掉。我看不要过去哈，等一下可能还有余震呢、啊。全部都断掉了，现在怕桥上的车子啊，整个都倒掉了。